妈认证同居中，29公分不是距离。李玉璽愛溫妮勝吳心緹。先从我的少女时代，新版恶作剧之吻的李玉璽，先是假戏真爱吴心緹半年，结果吴心緹惨遭狠甩。本刊接获爆料，李玉璽无缝换爱对象是前大学生了没的班底温妮。153公分的温妮和182公分的李玉璽身高相差快30公分，29岁的她也比24岁的李玉璽年纪大，但在李玉璽心中，温妮还是胜过163公分25岁的吴心緹。小俩口不但同游伦敦，去年李玉璽在泰国拍《幻境猎手》时，温妮多次飞去探班，恋情一时之间开始流传。加上温妮也若有似无地泄露自己足迹，除了英国伦敦，她去泰国探班时也有意无意地上传她在该地的出游照，不过刻意伪装好像只是姐妹出游。